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曾伟老师。今天是3月17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317这样一组数字，代表呢你可以遇到一个好的婚姻对象，但是呢婚后却容易争执而影响婚姻。在这个财富方面，你赚了钱之后喜欢抱怨，然后呢你的财富也守不住，容易破财，或者是因为一些口舌是非而破财。你呢容易遇到有这个实力雄厚的贵人，但是呢你还是很喜欢抱怨，变成你的贵人也是不持久的。那这组数字比较容易有高血压或者是五官类的疾病，肠胃或者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数字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阴阳数字能量学的讲座或课程。